中了啦，对大顶，对大顶。 我底下操作红魔鬼，因为挑战这个大红超多只的。这边因为没有障碍物，所以你要找那个有障碍物的地方钓它们比较会有干扰。我现在已经聚集过来，大只的已经聚集过来，刚刚有撒一点点诱饵下去，可能拉网一定要有了，不然会断掉。 如果没有拉网的话，可能真的会拉起来就断掉了。哦，珍珠石斑哦。OK， 这个了，花罗汉，花罗汉鱼。 断线了，被他爆冲断线，现在再绑一下子线 ，OK。 看看红色什么东西，水蛇。
哦，珍珠石斑大只。这种三只哎，凶的，凶悍的。哦，有了有。又来一出断线，还有鲤鱼啊！这边如果钓鲤鱼，应该钓深一点的。我可混蛋了！哦 ，My God！ 要钓你一只来！哇！好酸，我拖出走来只，拖酸，完蛋了，卡住了，装置。
Oh my god！乖乖把门开开，我一片到了哈，嘿，那个，挺好，哇，外部。凸起来了，头颅很大。蓝宝石鬼鬼，也不叫蓝宝石啊，花罗汉鬼鬼。一把鼠都来了。好了，待会去下面那边看看，那有个草堆，应该是有。这边可能掉到怕了。OK。待会试试看吧。中了哈，中了啦！最大条的，今日最大条。等到你们，看0.3啦，改变，边啊绕一堆红魔鬼。要有耐心，慢慢来，不要急。哦。
今日最大条就是你的。Yes, yes, yes, baby. Oh, yes. Go.Oh yes, baby. Oh yes, yes. So big, so big. Yes, I caught. Yes.Fish, big. Yes, yes. 很漂亮。很猛。不过还是外来种啊，没办法。今天就等这一条啊，一直看这一条不咬，被我等到了哈。OK， 好，放它回家了。我放它回去。OK， 台风前小搞搞了，好了，待会有时间在别的地方钓吧，先这样子啦，拜拜。